欢迎去锁定 Focus 世界新闻，我是张允熙。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疫情目前是在高峰的，不过当地呢在八号就要边境解封了，面对很多的大陆游客可能会涌入，现在欧盟也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航班不止旅客要戴口罩，登机前必须完成筛检。而针对各个国家的防疫作为，北京当局回呛将会有相对应的措施。急驶中的救护车又是一名新冠重症患者。中国大陆不再封控后，各地疫情大爆发，像是上海的瑞金医院粗估以1700万人感染，约70%人口确诊。浙江坦言每日新增100万例，预估在春节返乡时大扩散。我们医院的话，现在有重症医学床位的话一共有145张，基本上处于一个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状态。中大陆在疫情严重时将大开国门，引起各国戒备。除了台湾、美日、澳、意、西班牙、摩洛哥等国家祭出不同的入境限制。彭博消息，欧盟正打算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旅客戴口罩、登机前筛检以及机场废水监测，各种措施让北京当局抗议了。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什么样的相应措施，北京还没明说。另外，港媒报道，元旦连假至今，香港急诊室每天涌进超过4000人，半数是新冠患者，后者5小时起跳，最久甚至等12小时才能入院。10:40，跟住应该12:00几都做晒所有检查，但系就等冇位咯。因为琴晚又唔好彩，真系有。就緊急嗰啲病人要救咯，係啊，一路到而家都有啊。睇下你自己本身個病情啦。如果我快啲嘅，咁你啊好失望噶啦。香港医界也担心，陆港恢复通关在即，将更多陆客跟香港人抢医疗资源。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在正式开放出国玩之前呢，中国大陆的国旅已经涌现人潮了。根据官方统计，新年3天假期出游人次破5200万，旅游收入也超过1100亿的台币，跟前一年相较增加4%，甚至呢有些景点人潮过多，还一时无法消化。河南洛阳老君山，上百名大陆游客搭缆车上山后，却发现因为道路结冰，无法再往山上去，被困在原地上下不得，又冷又愤怒。因为园区缆车运力不够，让他们卡在半山腰1个多小时。天寒地冻下，在户外多待1秒都是煎熬，但受困游客很多人等到帽顶都覆盖白雪，还是寸步难行。园区事后解释，因为元旦当天大雪，乘坐缆车游客暴增，才会出现消化不及的情况。同样在元旦就气炸的情况也发生在郑州的电影小镇，上千名游客为了看跨年烟火秀买票进场，结果时间到了，业者才说政府禁止放烟火，取消表演。清零松绑后第一个元旦假期，四川峨眉山即便下着大雪，还是涌进许多被疫情管控憋坏的民众。官方统计，3天连假，全大陆国内出游人次超过5200万，收入约265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4%，但和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相比，只恢复大约30%。和朋友在这里面吃点东西，看一下周围的人来人往，心里还是很惬意的。现在夜市也开了，然后就是有很多美食嘛，就想吃什么吃什么，觉得很幸福。防疫管制松绑后，无论是四川夜市路边摊，还是甘肃百货公司餐厅，顾客都大幅增长。许多业者趁势推出折扣活动抢客，希望买气能延续到农历春节。TVBS 新闻张志明、林敏珍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方面，目前专家观察发现，变异株 BQ.1 的窜升速度是最快的，不排除可能成为下一波的主流株。国内第三波疫情预估1月底2月初会达到高峰，疫情指挥中心推估单日最高峰恐怕会达到4万例。目前本土疫情仍以 BA.5 为大宗，但最新一周占比大降到62%， BA.2.75 跟 BQ.1 还有 BF.7 则上升，其中 BQ.1 更从3%上扬到14%，窜升幅度最高。而从欧美跟日本疫情流行经验来看，BQ.1 可能成为下一波的主流株。
但实际仍待观察。只是要特别留意 BQ.1 的传染力高，威力也高于流感。指挥中心仍呼吁尽快接种次世代疫苗，提升保护力。来关心乌俄的战情，是乌克兰在跨年夜袭击了俄军的大本营。俄罗斯国防部最新的数字声称，死亡人数是从63人上修到89人，而俄军也展开了报复行动，连三轮轰炸了乌东的小镇，更号称炸毁了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大火狂烧，消防员拉着水管踏进火场。俄罗斯动用伊斯坎德飞弹，在2023年第三天狂轰顿内茨克德鲁日基夫卡镇，造成一死一伤。连炸三轮泄愤，根据俄军说法，目标就是海马斯火箭。Уничтожены две пусковые установки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залпового огня HIMARS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ША。4боевые машины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залпового огня чеш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瞄准海马斯显然是报复乌克兰跨年夜袭击俄军大本营。卫星照片拍到海马斯轰炸后惨况，俄罗斯国防部上修死亡人数从63增加到89人，是俄军开战以来最惨重伤亡。俄罗斯国内不止哀悼死亡士兵，也出现检讨声浪。We've also been hearing from pro-Russian bloggers who've taken to Telegram and social media to question the use of sloppy tactics by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essentially describing the Russian military command as being incompetent. 新的一年，乌军就告捷。Саме зараз той момент, коли разом з партнерами ми маємо посилити нашу оборону。《纽约时报》报道，最大盟友美国开战几星期后，在罗马尼亚驻军4000人，火箭发射7分钟就能打到克里米亚，在不参战的情况下吓阻俄罗斯。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更说，有了西方帮忙，乌军已经收复40%被占领土。TVBS 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冲突出现在秘鲁首都利马，周二有好几千人都走上街头，因为不满政府逮捕前总统，并由副总统来接替职位。目前各地的示威活动越演越烈，政治的动荡也让社会的分歧扩大。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抗议群众挥舞秘鲁国旗，大声呼喊口号，手上拿着标语，写着“为和平站出来，拒绝暴力再次发生”。这就发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由于前总统卡斯蒂约遭国会弹劾罢免，甚至因叛乱共谋罪名遭到逮捕，数千名支持者周二再度上街。而抗议活动从去年底开始演变成大规模冲突，造成近20人死亡，政府更是派出警力强力镇压。这次还看到有女性示威者被好几名警察包围抬走的画面，疑似是朝警方泼洒红色油漆。秘鲁政坛去年底大动荡，总统被捕后由副总统博鲁阿尔特接替，也是当地首位女性领袖，而她将这些民众称为恐怖分子，下令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现在民怨四起，示威活动遍地开花，秘鲁的政治和社会局势混乱的情况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缓解。美国众议院周二开议，尽管共和党是暌违4年重新掌握众院，却出现百年来罕见经过3轮投票仍然选不出议长的局面。共和党内议长呼声最高的麦卡锡，因为党内强硬保守派势力的杯葛，3轮投票都没有跨过218票的当选门槛，得票数甚至比民主党的候选人纽约州众议员杰佛瑞都还要少，也凸显了共和党内分裂的问题，这更是1923年以来众议院第一次没能在首轮投票中推选出议长。当时众议院一共表决了9次，才让当时的众议院议长连任。而这一次呢，众议院在几轮投票之后将会暂时休会，在美国时间周3的中午才会再重新展开投票。美国的经济则要来看，美股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开高走低，4大指数全都收黑。除了投资人认为升息的隐忧持续，还有2大拖油瓶，包括了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出现抛售潮，股价暴跌超过12%，苹果也传出了砍单的消息，市值已经跌破了2兆美元。
利敲响收盘钟声，不过新年第一个交易日，美股表现却不如预期。道琼指数下跌0.0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76%，标普500指数下跌0.4%，费半更是重衰1.23%。四大指数全数收黑，除了投资人认为联准会今年将持续升息，经济衰退隐忧持续罩顶，另外也受到经济数据公布的影响。We got that manufacturing data around 10 a.m. Eastern today, Richard, which showed manufacturing activity here in the U.S. contracting at a level the steepest pa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about May of 2020. 美国公布去年十二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为46.2，创下2020年五月来新低，意味整体产业呈现萎缩。而这波美股下跌，最主要还有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抛售潮再度涌现。A stock off to a particularly bad start, Tesla. The stock is down 12% Q4, well below expectations. 特斯拉周二暴跌超过12%，市值也从2021年最高曾达到1.24兆美元，现在只剩3413亿美元，缩水将近70%。最主要受到需求放缓影响，以及去年第四季交车量不如预期。That Musk has to spend at Twitter, not to mention SpaceX and Neuralink and the Boring Company and all of these other ventures. So this is not a time for Elon Musk to be distracted. If he's going to be sleeping anywhere, it should be at Tesla.Not at Twitter. 另外，科技大厂苹果也难敌通膨影响，传出减产消息，股价再度下挫。周二收盘，市值跌破2兆美元关卡。TVBS 新闻综合报道。股价是跌跌不休，通膨则持续攀升。在南韩，食衣住行物价纷纷喊涨，像是冰淇淋、cheese 等乳制品呢，已经上涨大约10%左右。大众运输方面，首尔的地铁还有公车票价预计在四月的时候也会调涨。南韩媒体就忧心了，2023年南韩的经济会有高物价、高利息，还有高汇率引发的三高危机。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南韩民众就深切感受到荷包缩水。편의점의코카콜라 350ml 한 캔의 가격은 1,900원에서 2,000원으로 마찬가지로 1.5L도 100원 올라 3,900원이 됩니다. 경쟁제품펩시콜라 캔 가격 역시 1,900원으로 11.8% 오릅니다.由于原物料和人事成本增加，加上物流运送和能源费用等等，除了碳酸饮料、能量饮等饮料价格也统统喊涨，直接冲击到速食等外食餐饮物价。其他乳制品，包括冰淇淋和 cheese 等等，同样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고물가시대에이전과다른어려움을겪고있는소비자들이많은데요정부가이런정책들을시행하고있으나기업들은원재료부담을이유로가격인상을계속하고있기때문에이런소비자들을세심히살펴보고지원해주길饮食涨价或许可以靠减少消费省钱，但跟通勤息息相关的大众运输一旦调涨，怎么样都很难避免。南韩首尔开了第一枪，时隔八年将调涨大众运输票价。서울시는4월말을목표로버스와지하철요금인상을추진하겠다고밝혔습니다지하철은1,250원에서1,550원으로시내버스는1,200원에서1,500원으로올리는안입니다南韩计程车也酝酿大幅涨价，二月开始起跳费将从3,800韩元上调到4,800韩元，上涨1,000韩元换算相当于25块台币。民众手头越来越紧，南韩的2023经济前景也被专家看衰。경기가어려울수록화장품이더잘팔린다는속설은옛말이된지오래입니다뭐좋은것들많이찾아서화장품을소비를많이하는편이었는데요즘에는마스크도쓰고다니고해서화장품이필수품도아니라고생각이들어서通常经济不景气时，像家电产品这一类使用时间长、价格高的产品会少买一些。像化妆品一样便宜、使用时间短的产品，购买量会增加。但上个月全部呈现减少趋势，消费减少了1.8%。소비지표가악화한건9월이후석달째입니다숙박음식점업등서비스업생산역시 4% 나줄었는데이태원참사의영향으로대면서비스소비가타격을받은것으로보인다고통계청은분석했습니다南韩经济面临内忧外患，最大的不安因素来自美国利率上调，世界经济萎缩中。대내외여건은여전히매우어렵고특히
대외 여건 악화 등으로 내년 상반기에 어려움은 더욱 가중될 것으로 예상됩니다. 南韩媒体忧心，2023年的南韩经济由高物价、高利息和高汇率引发的三高危机。韩元对美元汇率跌到6个月来最低的1271韩元。南韩央行从去年8月以来，累计已经升息2.75个百分点，1月13号将召开2023年第一场决策会议，预期将再次调升基准利率一码到3.5%。 내년 중 물가 상승률이 상고 하저의 흐름을 나타내면서 점차 낮아지더라도 물가 목표치인 2%를 웃도는 높은 수준이 지속될 것으로 예상되는 만큼 물가에 중점을 둔 통화정책 운영을 이어나갈 필요가 있겠습니다. 南韩去年12月出口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去年全年不但出现2008年来首见的贸易逆差，逆差额更是历年来最大，凸显经济风险升高。南韩总统尹锡悦喊话，2023年的经济政策将以出口优先，制定新的出口战略，全力支持维持成长动能，度过经济寒冬。TVBS 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和南韩日前针对共同举行核武演习，说法相互矛盾。而白宫现在给出了一个最新的说法，原本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受访时表示，韩美正在研商核武共同计划和军演，接着就遭到美国总统拜登反驳，因而演变成两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白宫发言人尚皮耶最新证实，确实有此事，不过双方并不是讨论核武联合军演。 也强调南韩并不是拥有核武的国家，因此一旦北韩发动了核武，南韩跟美方会采取有效协同应对行动。 全球第一线时间线上邀请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学翁旅中副教授，教授好。明星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要先请教教授哦，乌俄的最新战情，其中乌克兰是声明，他们已经收回了40%的国土。美国前国安顾问却示警说，一旦西方的团结跟决心不足的话，俄罗斯、大陆和伊朗等政权都会乐于用这样的情况，让国际局势更加恶化。新的一年，乌克兰又可能面临哪些难题呢？请教教授。 是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呢，确实在英国的媒体当中投书，特别强调西方国家的团结不是保证的，而是看事实上看现实的状况哦。乌克兰目前面对的挑战，虽然我们看到，尤其在媒体上面看到乌克兰好像逐渐的在收复失土，而且整个军心士气也是还是蛮高昂的。可是我们必须从非常现实的层面来看，不论收复的失土的范围或者是比例有多少，整个乌克兰的国土境界事实上是非常的庞大。也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乌克兰打算从现在的40%扩展到100%的收复，事实上还是需要非常多现实上面的资源。所以，我们从现在的乌克兰面对的挑战可以分成内部和外部两大挑战来说。内部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攻击，这个攻击不再只是军事的设施，而是强调民生物资以及水电的基础设施。这个对于乌克兰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知道，民怨或者是人民在生活上面的。 这种挫折感虽然可以用所谓的国足情感，为了要守护家园来做一些弥补，可是作为持久战来说，时间拉得越久，事实上这两种情绪、挫折感以及国足情感，其实是会相互抵消，而不是互相拉抬。在相互抵消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就会希望得到更多来自于对乌克兰内部民生、人民生活的更多的支持，这就考验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外部的挑战。在内部遇到的这个重大的 挑战经济上面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支撑，在外部呢，事实上希望来自外部的资源就不只是经济，不只是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需要得到支持。可是就如同美国国安顾问、前国安顾问所提出来的示警哦，在现实的考量之上。 欧洲的国家，包括美国、北约等等这些国家，虽然在立场上面仍然站着非常的坚定，表态上面是完全没有松动。可是以现实的资源来说，要如何来面对所谓的持久战、无条件的持续的供应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支持，事实上是有待挑战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并没有一个保证。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没有签订白纸黑字要持续支持乌克兰多久的时间哦。其实乌克兰在内部、外部总体。
的这个挑战之下，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乌克兰以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认真的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先站稳脚步，这也是泽文斯基政府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之下，现在看起来泽文斯基政府仍然是把希望诉诸于西方国家不无穷尽的支持，而没有思考现在的乌克兰到底能够靠自己站稳到什么样的地步。设定停损点可能是泽伦斯基政府可能要目前思考的目标，未来的持久战，不论是持久战也好，或者是快速的能够坐上谈判桌，从现实来考量，可能是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也是乌克兰面对现实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了。而乌俄战后呢，各国感受最有感的就是通膨了。不过目前啊，西德州的原油价格已经低于乌俄开战之前了，而欧洲天然气的批发价格也跌到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接着就要请问教授了，俄罗斯的能源勒索牌威力是不是减弱了呢？是，大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觉得俄罗斯可能在乌俄战争的战场上面呢，因为战争的效应，所以俄罗斯在国际能源的供应上面因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俄罗斯占了全世界能源供应的 12% 到 15%， 这样的比重呢，事实上让大家会觉得俄罗斯可能会打着能源牌来要挟世界，尤其是对于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可是其实我们知道乌俄战争开打至今已经超过10个月，事实上从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是俄罗斯的能源牌呢，事实上在战争开打之初或许会影响到全球能源的价格的波动，可是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许多欧洲国家，如果我们过去长期来看这十个月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找到了能源的替代方案，也许价格比较贵，但是也确实逐渐的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俄罗斯打能源牌的效果是不是降低，可能要反过来思考，这个能源牌可能在过去的这十个月本来它的效应就已经在减少。第二个部分呢，是俄罗斯所谓的能源牌，事实上全世界经济在2023年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大家要思考的恐怕不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恐怕是跟能源其他在能源以外的，包括了粮食的战争，以及像是科技战或者是通货膨胀这些效应呢，或甚至是所谓的全球的高利息的时代。事实上这些效应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见得是直接由俄罗斯造成，而是因为乌俄战争连带大家可能过分关注能源的价格，而忽略了因为这个乌俄战争所导致全球其实面对的更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也许还有应知道，可是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非洲国家以及中南美洲国家最近的一些民主政府遇到的一些挑战，其实这都有可能在2023年造成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定的一个现象会逐渐的爆发出来，这个才是西方民主国家可能更要去思考的问题，而不见得是直接来自于能源战的冲击。最后我们必须要说，俄罗斯的能源它影响到全球能源的价格呢，恐怕不见得是来自于俄罗斯本身能源供应的减少，而是来自于现在2023年因为全球对于未来经济不景气，所以其实各个行业都对于能源的需求是下修的状态，所以导致整个能源的需求下降，2023年的能源价格也相对应做出下跌的一种反应哦。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物价并没有因为能源价格下跌而下降，这点其实就已经反映出能源现在跟其他的包括通货膨胀跟物价的波动呢，可能已经稍微的脱钩，所以我们要特别仔细的去看，不能只看俄罗斯能源造成能源的影响，恐怕是看整体的，包括了通货膨胀，包括了利率，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何来因应这些挑战。如果没有处理好，事实上牵一发动全身，不只是乌俄战争，全球在2023年面对的波动其实是蛮严重的。好，关心完乌俄，再来看的是中东了。以色列的极右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他不顾警告，参访了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巴勒斯坦方面就认为这是挑衅了。教授怎么看？这可能会造成新的以巴冲突吗？
2023年开年确实不是很平静，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色列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选出了极右派的政府，这个极右派的政府呢，纳坦雅胡虽然是元首，可是其实极右派的政府当中有很多所谓的极端的，也就是反对巴勒斯坦独立或者是反对巴勒斯坦势力的这些极右派的政党，事实上在政府当中掌握了要职，尤其是像是国土安全、像是治安维护的这些官员哦，他们对于巴勒斯坦是在站着非常强势的态度。今天传出的最新消息是，国土安全部长由极右派的这个政党的领袖呢，在代表的这个以色列的新政府，他去拜访了所谓的以巴之间最有争议的宗教的圣地。这个拜访呢，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是一大挑衅。未来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军事冲突？以巴之间会不会有更多的武装冲突？其实不用等未来，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传出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这个城市，双方跟以巴勒斯坦的反抗组织或者是反对的人民已经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而且造成了伤亡，这个事件恐怕会越演越烈。美国也在最近这几个小时紧急的召开了这个会议，并且对外做出了宣告，对于以色列极右派的政府，不敢说是提出警告，但是至少很明确的表达美国的态度是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拜登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是希望两个地方能够朝着两国协议的方向去前进。未来的以色列恐怕我们要多加的关注，因为以色列在全球的军事实力上它是排名前五名。以色列自己本身的以巴冲突，以及以色列跟周遭的像是伊朗之间的武装冲突，非常有可能在2023年年初就带给国际政治带来蛮大的一些冲击。一样的，我们说全球的政治其实都是相互联动，如果以色列发生变化，美国恐怕也会造成一些，对美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必须要出手干预，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挑战也不小。另外，刚刚新闻有提到，韩美联合核军演的罗生门有了新的进展。白宫是强调，一旦北韩动用核武，美国会有效协同应对行动。教授怎么看？美国能够有效的反制吗？另一方面，南韩希望的大规模威吓力量是不是就难以实现了呢？是，就像允熙所提到的，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有韩国朝鲜半岛的问题，最近也吵得非常的凶哦。原因是因为在朝鲜半岛，尤其是南北韩的局势，从去年尹锡悦总统比较右派的保守派对北韩比较强势的总统，他上任以后，事实上南北韩之间的纷争，至少在外交上、政治上的言辞交锋就已经非常剧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2022年呢，其实北韩创纪录的发射了超过60多枚的飞弹的试射，这个对于南北韩的局势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大的警讯。那南韩呢，在尹锡悦总统的带领之下，事实上他在跟美国以及日本的这个关系也拉得比较近，甚至是摆脱了过去的历史的恩怨情仇，跟日本走得比较近一些，这个都再再显示现在尹锡悦总统所带领的南韩在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上面踩的是比较硬的态度。那当然最近他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未来韩国跟美国之间的联合军事的合作呢，甚至是扩展到了所谓的核子武器的共同的操演哦，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韩国目前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核子武器。大家在关注的是韩国是不是得到美国的许可，未来在驻韩的美军在核子武器的使用上，韩国也有一些智慧的空间，甚至是可以参与所谓的决定要不要来动用核子武器作为核反制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引发美国的一些反对，或者是美国想要维持整个朝鲜半岛和平现状，赶快做出一些灭火的动作。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总统白宫呢，立刻做出一些反应，强调的是跟韩国之间合作当然是非常紧密，可是目前所谓的核子武器的反制，跟韩国只是在纸上的操演上面做出一些协调，而不是有允许韩国真的能够参与核子武器的使用跟核子武器的操演哦，这个其实落差还是出现的。可是这也再再反映出目前韩国，尤其是韩国总统尹锡悦所带领的韩国政府，他们对北韩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对国内的民众可以支持争取到比较多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可能也预示了接下来的2023甚至是2024，韩国在对于北韩的态度上面也许会非常的强势，这一点也造成朝鲜半岛的局势呢，可能相对不是朝向和平，而是朝向比较紧张的方向去发展。
另一个话题是美国的众议院由共和党重新掌握了，不过议长却是经历三轮投票都难产，外界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在众院的声誉。另一方面，共和党内的内斗也跟着浮上台面了，要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确实，我们说美国很忙内忧外患，美国在内政上面，尤其在国会，今天呢是以美国第118届众议院的开议。照道理来说，今天的1月3号的开议当天，第一件议题就是选出众议院的所谓的议长，也就是 Speaker of the House。但是照理来说，多数党呢，通常可以顺利的按照多数党大家团结一致、和谐的情况之下，取得国会，尤其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次的共和党，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拿下议长的宝座。想不到今天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推出的议长候选人麦卡锡，他在共和党占据了222席，也就是超过218席，过半的席次的情况之下，没有顺利的协调好党内的意见哦。在党内有超过19位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联盟的这个共和党极右派的人士，极右派的这个共和党议员的反弹之下，到目前为止，经过一整天冗长的辩论跟一整天冗长的讨论，还是没有做出决定。这个议长的宝座呢，事实上会延续到明天，甚至是更长的好几轮的投票，也许最后呢会出现一些更大的变化值得关注。不过我们要特别强调，麦卡锡没有办法当上议长，或者是议长宝座难产，会让美国的118届国会任何的议案、任何的委员会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始前进哦。事实上等于是陷入一个僵局，不管是任何的国会议员想要提任何的法案，议长宝座必须先确定才能开始推动法案。那麦卡锡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这19位极右派的所谓的自由联盟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他们认为麦卡锡不够共和党，不够右派，他们认为麦卡锡呢不愿意这个针对弹劾拜登，或者是针对拜登总统的家人进行更进一步的贪污腐败的这个调查，他们认为麦卡锡不够右派，他们也认为麦卡锡在1月6号国会山庄的事件当中不够支持右派的所谓的激进派的共和党的选民，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麦卡锡不够右派。可是我们这样说也大概反映出来，美国国会现在美国的政治事实上现在两极化的现象，不只是民主跟共和两党出现了一些意见的分歧，其实在共和党内极右派跟比较中间理性温和的右派，其实也出现了意见上非常不同的部分，这一点当然影响到共和党未来在国会当中就算有取得了多数席次，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推动共和党想要推动的法案，这些都会出现变数。即便麦卡锡最后艰辛的取得了议长宝座，可是共和党的声望如同允熙所刚刚提到的，可能都会大打折扣。这是我们未来要继续观察国会，美国国会甚至是美国国会影响国际外交政治各方面的这个观察的重点，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确实哦，接下来众议院议长到底何时出炉，由谁来担任呢，都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关注的。谢谢翁教授的分析。感谢。另外呢，焦点转回国内哦，大家关注的还税于民议题峰回路转，总统的元旦谈话一度说要把钱花在刀口上，48个小时之后就出现法夹弯了，行政院长苏贞昌松口要发现金，今天更是明确的点出时间点会在年后，每个人发6000元，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能够共享经济成果，每人6000元。千呼万唤，行政院终于同意最快2月全民普发现金。这笔钱来自超征的4500亿税收，扣除地方税收、劳健保缺口、电价补贴以及经济方案，剩下1800亿，留下400亿以备不时之需。最后1400亿，包括婴儿在内，每人可领6000元。虽然跟原先期待的10000块有落差，但已经超越总统元旦谈话。年假休息中，都大家一起来开会，落实总统3点才是。这哪有好假弯？这总统都是一致的，总统也没有讲死啊。大家不要再见缝插针。在第一时间确实让大家很担心，容易被别人误解。那可能就是由苏院长再把这些话讲得更清楚，强调总统意思从来没变过，只是各自解读。而苏奎也加码，低收入户每人可领750，中低收入户每人500，这笔钱年前就领得到，而且持续1年。但为何给全民的红包却要拖到年后？警告行政院。也警告柯总召，绝对来得及。你不想做，就说来不及。
也建议加开临时会。方向决策已定，大家就不要再争功诿过，啊，再突发奇想，如进如贺，这不是在庙口发红包。极端型气候，连小小的台湾南北差异都很大，政府都要准备。问的是现金怎么发，苏奎却大谈极端气候，为的就是强调得留下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府院发红包不断法夹弯，阁魁保卫战全面雾里看花，但至少白花花的钞票确定年后不会再错过。TV新闻张家宝、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同样是钱，劳保的纾困贷款申请到1月7号，截至去年12月30号，已经有74000多件申请，金额是超过74亿元，农历年前就会完成拨款。不过，台大国发所的教授认为，如果是从社会保险钱借出来，但没有如期归还的话，对劳保来说会是一大风险。台湾大部分的长辈啊、小孩子都是喜欢吃脆的东西。哦，脆的，对，这边习惯了。对，听到梨的，他的第一个主观印象就是要脆。一边挑水果，一边跟店员讨论消费者的喜好。苹果里面呢，很多人可能有喜欢吃绵绵的，或者不同感觉。但是亲身蜜苹果就是个感觉的，就是很脆。赵曼白不是来买水果回家吃，而是为自己经营的水果电商补货。它比传统市价还要再甜一点，甜一点了。65岁的赵曼白过去是游走世界各地的导游，疫情这三年，他用一个惨字来形容。这三年当然。收入几乎等于零嘛。我们过去旅游业，我们都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者嘛，那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那突然失业了，那而且如果像我的年纪是中年失业的话，更不容易找工作。被偷走的这三年生活还是得照过，中老年失业对他来说是一大打击。但赵曼白没有因此举白旗，而是另辟新战场。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水果电商的这样的服务，我还有一个物业管理的工作。大夜班做物业管理，其他时间斜杠学做网络生意，批发买卖水果，日子逐渐回到轨道上。过去还不稳定的时候，一度透过劳工纾困贷款度日。原本家里可能有贷款，那原本家里有车贷，那原本家里可能有这一个中老年人，他们在医院里面OK 就医。各行各业还处在从衰退到复苏的过渡期，年关将近，针对还没重新站稳脚步的劳工朋友，劳保局也推出每人最高10万纾困贷款，让虚款恐急的民众好好过年。因为年终的时候嘛，这个家里总是需要这个相对来讲开销会是比较多一点，可能要给小孩的这个压岁钱啊，可能要准备一些的钱，好度过个好年，好，然后另外可能马上这个过完年之后，小孩学校开学了，他可能也要去缴这些学费。好，符合劳保年资满15年、没积欠保费等条件的劳工可以申贷。截至去年12月30日，申请件数达74220件，申请金额超过74亿721万。核准资格者，承办银行将在农历年前全数完成拨款。它是属于一种低利贷款，前6个月大概就是还息不还本，那从第7个月开始就连本带息的就要还。用劳保的钱来说，劳工的纾困，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因为劳保基本上是个社会保险，所以我们很担心的是，很多劳工他可能把这个他这个从这个劳保去贷款出来以后呢，他没有缴，没有还了。实际上现在目前的这个呆账的比例好像也不低了。10万元纾困贷款，救急不救穷，以大方向来看，不一定能解决劳工烦恼。人力银行调查，去年高达72.2%上班族在职涯上有负面影响，闷成为职场代表字。今年的展望则期待能乱中求稳。基本上你要让他稳，就是让他能够有定所，然后他的在一般的生活开销能够不予匮乏。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最主要的是要靠他的员工的自己的劳动所得嘛，那这种劳动所得基本上长期来我们还是觉得偏低的，那这种偏低的情况底下，那当然政府可以一方面强行办法来提高薪资。劳保借贷治标不治本，提升整体薪资环境才能促进劳工的幸福感。 TVBS 新闻陈友祥、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诚品信义店在今年十二月熄灯已经成定局了。诚品表示，原因就是房东统一集团要收回建物。外界也很好奇，接下来会有哪间店来接手二十四小时书店呢？而统一则是回应，信义店的原址会收回自用。书店界的震撼消息，诚品信义店确认要在今年底熄灯，房东统一集团呢确认要把建物收回，也因此诚品是无奈宣布要结束十七年的店王历史。第一次关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这样，哎，现在又要关第二间，平常都是走另外一边，今天难得走这边，感觉一下，真的很可惜啊。因为我们住国外，然后每一次回来都会来这边，回来十天大概有五六天都会来这边。诚品信义换址成定局，不少书迷听闻很不舍，毕竟信义店是诚品全台最大店，有4500家中外文书籍。最重要的是，信义店是全台唯一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书店。这一关门，二十四小时店该由谁接手？外传松烟店接棒机会最高。未来如果还有大巨蛋营业之后带来的这些观赛观影人潮，再加上我们看到未来还有高级办公室还有国际观光旅馆的营业，都会带来整个商圈的大改造。而南西店在中山站又临近台北车站，观光客多也是选择之一。诚品则保证会坚持二十四小时阅读，灯火永不熄灯。其实继敦南店在2020年6月熄灯后，信义店接手二十四小时店已有近3年半时间，接下来又得接棒找新门市，到底谁接手？诚品目前还没证实。至于信义店原址统一会把商场收回，市场外传可能由自家统一时代百货接手，跟国外合作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认为它以多品牌多角化的经营的目的来讲，它自营的机会会非常大。不过统一回应未来如何运用，现在不宜对外讨论，只是老字号书店关门，书迷只能好好把握这剩余不到一年的时间，也让时代的眼泪再加一。 TVBS 新闻连长张慧贤台报道。韩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近期开罚电动车公司特斯拉，金额还高达台币6900万元。原因是认为他们广告不实，没有告知顾客电动车的续航力在低温之下会变短，最多还下降50%。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特斯拉并没有告知消费者电池在低温时续航力较低，也因此对特斯拉开罚大约6900万台币。根据外媒报道，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特斯拉广告不实，从2019年8月夸大旗下增压器 V3 型号性能，却直到2021年3月才在本地安装。实际上，在寒冷天气下，续航里程最多却会下降50.5%，才会大动作开罚。再看看国外电动车分析公司找来13款测试，遇到摄氏-6度到-1度的低温环境，整体来说续航力表现最好的只衰退3%，最差会下降30%，其中也包含4款特斯拉续航力衰退表现介于15%到19%。台湾不会至于到像什么-0下几度啦，好，那所以我们一般在充电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偏向就是充大概80%的电力，基本上都够用。台湾相较于韩国，平地气温几乎不会降到0度以下，因此台湾车主较无感。反观若要上山追雪，才需要比较注意。目前堪称全台最高的充电站，位在海拔2240公尺的台中梨山区福寿山农场。反观追雪圣地太平山跟武林农场，目前都没有充电桩。0度的环境对电池大概1成左右的续航力的影响，如果充到90%会比较安全，但是因为下山的过程会对电动车充电，所以其实只要上得去就下得来。就连电动机车也有研究，若在0度以下，锂电池化学特性系统就会停止输出电力跟停止充电。在台湾，电动车电池较可能受影响的主要还是上山追雪时刻，功课得做足，以免没电兴致反倒成扫兴。台北新闻连志宙轩特别报道。台湾积极展现国家形象，艺术软实力是在海外受到瞩目的。成立36年的武林剧场前进英国的爱丁堡艺穗节获得5星评价，也前往华府参与台湾形象展演出，让国际惊叹台湾的艺术创意。不断旋转的扯铃像是一只会发光的蝴蝶，在黑夜里伴随着星光翩翩起舞，如梦似幻的场景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传统艺术和杂技融合，再加上创意，结合各种圣光效果，靠着优美的动作串起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成立36年的武林剧场，不只是借由扯铃在台湾发光，去年还前进艺术之都英国爱丁堡，在当地的易碎节的台湾季展开演出。And all the synchronized movements of the dances, and everything was just amazing.生命之光的演出作品，透过音乐、舞蹈还有科技诠释大地之母的故事，也获得不少艺术评论媒体的五星评价，还获选成为易碎节的特别推荐节目，让不少人认识到扯铃这种传统技艺。爱丁堡演出的成功，武林剧场也代表台湾成为去年美国台湾形象展开幕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武林剧场特别选择岛屿之光，而且经过改编，从剧情到背景更贴近台湾。岛屿它的故事也好，表现出来的一些能量也好，其实是发自这块土地的，而又面向世界。透过扯铃轻盈的动感，把台湾之美带到华府，也引起不少回响。不只是有科技、半导体，台湾艺文界独特的创意在国际殿堂上发光，透过软实力，也能让台湾精神深入世界每个角落。TVBS 新闻综合报道。今年刚开始，美国加州就遭遇连续几天暴雨，导致河水泛滥，淹到公路，有10多辆车几乎灭顶。而恶劣的天气还没完呢，美国气象局预估下一波的大河气流还会下更多雨。汽车东倒西歪，全泡在水里，救难直升机吊挂援助受困驾驶。美国加州99号州道淹大水。They referred us to Caltrans, which told us it's not their jurisdiction either. They can only shut down the road if there's more flooding. 10多辆汽车几乎灭顶，加州低洼地区发布疏散令，但才刚迎接新的一年，极端气候大气河流就报道降下暴雨。They have a pond in the back which is over flooded by Deer Creek.So the normal road that they have to get to that residence is completely underwater. It's under about 4 to 5 feet of water. 坐轮椅民众回家只得靠救难人员协助。由于水深达大腿，许多人只能涉水步行。即使水位退了，住家依旧惨不忍睹。The water came all the way up to the stair. Once the water finally receded, we had mud in the garage all the way up to about there.加州等地先前干旱严重，现在又大雨不断空，导致灾情更加严重，树木横躺在路上压毁车辆。美国气象单位预估还将降下150毫米雨量。 The New Year's Day storm turned the normally tranquil creek into a raging river. At one point, the water rose to more than 8 feet. We got reports it was going to get pretty high, so we had to evacuate the RVs here.不止在加州，亚利桑那州同样淹大水，而阿肯色州则是出现龙卷风，铁皮屋顶垮掉，路上看板全被吹掀。新的一年，恶劣天气持续发威。TVBS 新闻综合报道。